哟，教练，怎么样？你今天行吗？今天还行。休息怎么样？还行。昨天训练完了，感觉还行，就睡了一个午觉。但是昨天晚上睡挺晚的。陆哥，啊，陆哥了，天，又陆哥，你一天到晚就陆哥，知道你很辛苦也很忙，但是休息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练习吧。好。越来越大，雨越来越大，由小雨转为中雨。子毅需要拉拉队，拉拉队，拉拉队呢？不是，是拉拉队把我拉走一会儿。休息。教练，看我这个头发。没有，你每次健身感觉就从那个洗衣机里面捞出来的，没甩干的那种一样的，全是湿的。常规操作。哎呀，我也换个衣服吧，教练，我这衣服有点太透了吧。Yes， 九，八。健身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健身时候特别单纯，就会你什么都不想，你会进入到另一个状态，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在脑后，专注于当下做的这个动作。健身会让我进入到一个自己的世界里。